品评嘅，就系大龙凤酒楼嘅总厨大龙师傅嘅皇帝炒饭。好，居然将啲米酿喺基围虾里边嚟蒸熟，再用原只吉品鲍鱼渣汁，加上极品官盐嚟炒。表面上睇起上嚟平平无奇嘅炒饭，其实金雕玉砌，高深莫测，不愧有炒王嘅称号。可惜水分太多，饭粒太软，影响口感。因为你连炒饭最基本嘅常识都忽略咗，要用隔夜饭炒啊，炒王零分啊！跟住先食嘅就系锦江饭店大厨刘三师傅嘅锦绣多味鱼。哇！居然用酥眉头、星斑背、三刀腩、腊鱼身、鵪哥尾嚟重新砌成一条鱼，仲要一边蒸一边炸，每种鱼两种食法，总共十种唔同味道。条鱼真系受咗辐射咁喎，睇见就想呕啦！你仲话叫我食零分，翻屋企自己检讨下。我你咪就多嚿鱼咯，你唔系多嚿鱼，你又多咗几嚿鱼啊？你多咗几嚿鱼啊？即刻要试食嘅就御膳方陈东师傅嘅素菜金柳佛耶。咦，你未斋菜，材料变化丰富，刀工细利，造型突出，连最难雕嘅豆腐都俾你雕到十分精细。雕几耐啊？雕咗成日噶啦。咁咪得个雕字，臭晒啦！你闻到嘛？闻到。不过主要呢个菜式咧，显示我快刀手嘅刀工啫。唔该，伸出你嘅左手，突出你嘅中指。快刀手就切选手，好嘢！而家只系剩得五羊酒家大厨杨振天嗰味乾坤烧我啫，睇嚟今次要攞冠军佢好稳阵啊！冻晒啦，零分收工。咪住！佢系乾坤烧啊，当然内有乾坤啊！其实我哋食里面啲禾花酱咋，啲禾花酱吸咗烧鹅嘅香味，而且保温，喺呢个时间食。啱啱好啊！每一个细节我都计算埋嘅，食神，你无话可说吧？精彩啊！今届至尊名厨终于诞生啦！睇住，都系零分。吓？喂，唔系啊嘛？点解啊？因为太丑样。冇可能嘅，我哋黄花雀系八中选一，无论身材、样貌都一等一个。我并唔系指啲雀。是指閣下我醜樣。喂，我請關送咩事啊？關事市民見到閣下個樣子還邊有胃口食，所以我都唔敢望你。醜樣冇罪㗎。有罪，作為一個廚師應該考慮到食客最細微嘅心理，等於三級片嘅女星都要去隆胸嚟取悦觀眾。你有啲潛質嘅，不過整咗容先講。哥哥，抹开你的手啦！估唔到食神对菜式的要求是咁严格嘅，究竟点先可以煮到一个无懈可击的餸出嚟咧？其实煮食之道最紧要是一个字，呢味彩虹鲜花拔丝是我送给大家的甜品。吓，系个心字？冇错，只有用心才可以做到最好的菜。
得啦。得唔得啊？衰鬼啊！周生，周生，多謝，喂，周生，多啲。剩翻一嚟咧，就有 fans 同你獻花，跟住你上台啊。邊個識得請啲 fans 翻嚟獻花咁有計啊？唔係請噶，真係你 fans 啊！啊，女學生斯斯文文等你好耐噶啦。啊？乜咁啱嘅？咦？乜咁啱嘅？乜咁啱嘅？乜咁啱嘅？乜咁？乜咁啱？爱恋没经验，今天初发现，要共他见一面，那份快乐太新鲜。我一夜失眠，影子心里现。嗨，问为何共他见一面？乜咁啱嘅？印象似初恋，拜拜。默默望着星，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。早晨，献花系啊，我知啊，嚟得未啊？嚟咗等你啫嘛。哦。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，默默地处。各位，我哋今日庆祝唐朝第50间分店开张典礼，即刻就开始啦！时辰亦都站啱晒，可以请阿做骨。大寮牛丸，冇错。点解会咁弹嘅？因为粒牛丸中间系空，原理就好似而家鞋底有气嘅 air 波鞋一样。我想整弹，得唔得？快啲啊！好爽啊！爽啊！爽啊！全靠佢啫。阿火鸡姐嘅腕力惊人，只有佢先可以打出咁靓嘅牛丸。因为平均每底牛肉需要26800多次不停系咁中，系咁中嘅。但系濑尿牛丸点濑尿法啊？整粒拍落去睇下点。从来未试过咁清新脱俗嘅感觉，牛肉嘅鲜，濑尿蛙嘅甜，沟埋一齐嘅味道，居然比老鼠斑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甚至比我嘅初恋更加诗情画意。所谓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好事，好事。喂，大佬，冇嘢啊你。呢间嘢点啊？名我都改埋啦，爆浆濑尿牛丸。呢剂我睇发达都知。讲啊，你当我揩噶？咁易发达，我梗会讲啦。我信佢，应该点做？梗系开间铺头做旺佢，搵咗第一阵钱先啦。哇，咁我咪可以换个部机？火计，讲出嚟都俾人笑啦。梗系买层楼收租啊嘛，咁先至系最高张。梗系啦，不过如果俾我咧，开分店。一间变两间，
两间店四间，四间店八间，八间之后上市，上市咪再集资啦，跟住炒股票啦，搞埋地产啦笨，跟住再分拆上市，到时净系收股息我都唔知点计。啊，萧啊，你明啊？明就唔系好明啊，不过听落就好有计啊。